好听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 B B， 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 B 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 B B 哎，吴大师 B B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 B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笑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。为什么你会把他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一宿舍外不要给嘞，不不来。一宿阿叔样把那不要给嘞，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？我要换。不要怎么落，是个烂古人。我阿啥意思？我那啥意思？花束发温，
你来塞用吗？但是相信你们都懂。那三个班级其实我们三个老师从国一看到你们现在国三，你们都越来越进步，然后现在就是要离开新埔这个学校了。那相信你们呢，也可以感受到老师们对你们的爱。然后我们特别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表演。加油！加油！中心的年轻人是这样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我也会到底。齐龙加油！齐龙，是吧？加油！我的耶！我的耶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注意看歌词哦，好，然后耳朵要听那个节奏哈。当你是在比赛唱歌，懂不懂？当你在比赛唱歌，你懂吗？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。一束路观之沟，那道路暗淡。不计数那奴婢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碧流呼吸不能安啦。一大娃阿米嘎阿皮和伯鲁，只有马古娃，罗嘎苏娃娃，阿皮西鲁阿。一束那奴婢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马哈的阿姆，一大娃呀你个阿皮和伯鲁，是有马布娃，罗嘎苏娃娃，阿皮苏维安，一马一马巴，是的是北归。
你画吧，虽然是玫瑰乱了的路，爸爸那个娃娃娃能打输娃娃，能打输娃娃，到底谁能爱你爱你妈爸，虽然是玫瑰乱了的路，爸爸那个娃娃娃能打输娃娃。哎，那个香肠怎么讲？哪路边？有德斯卡。我不会讲。哪路边？有德斯卡。我不会讲。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。翻译哦，就帮没有，先听我讲啊。我们就不记啊，就最简单。人家讲三个字干你娘，我们太阳神就没有。就照字面上翻出来怎么翻？干你娘哈，九问亚亚树。哦，超级掰要怎么翻？超级掰是九问比比，九问是干，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。跨沙小怎么翻？跨沙小是米大叔拿怒，就是你在看什么？那个靠背呢？靠背，哭爸，哭爸是吧？好跟哑巴是，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？靠背是死，哑巴是爸爸。靠腰，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。肚子饿，哭肚子饿的意思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的是乌鸦和杜叔啊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好笑的话，原住民找不到骂人的话。那个油嘴滑舌，油嘴滑舌，罗格很慢的刮呢，有鸡烟，鸡飞狗跳，鸡飞哈，那大喇嘎，喉音，抖爆，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，OK， 覆巢之下，鸟巢翻过来的，包括花，很亮的颜色那个，不如刮那把子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可是啊，我是啊，那个可是啊，这个很有点的。可是啊，我拉汉卡素，可是啊，我火道卡素而已。鸡腿饭怎么讲？鸡腿饭就照字面。OK， 鸡个大，嘎盖，妈咪。现在韩剧很流行啊、哦。
来自星星的你哦，嘎混龙啊，艺术会变。我再问一个，保险套要怎么翻？保险套，保险套，保险套哈、哦，因为保险套没有这个字。不是，你如果要形容，就像航空母舰是后来造出来的，它是形容啊，不就是啊？先拿扇，有没有？在做爱之后要放好子套子。套子怎么讲？套子我们因为套子也没有原住民以前没有套子，所以说可以翻包起来怎么讲？包起来是包起来，我们有很多种想法。太阳族有很多想法，可是保险套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你要让老人家听，年轻人听得懂的话，那个不就是我那个很摸啊？先拿三树，先哈亚，先有月，你看，或先嘎巴都可以。垃圾怎么讲？踢死对不对？不是，那日本话啊，那是翻译成英文日本话了。垃圾，我们是妈妈打印个那个阿三的打印那踢死怎么叫五阿呢？有啦有啦。这样这踢死南路干可以打印。一样，这样提示啊，提示啊，那努比干可以打人，啊，喜怒，喜怒嘛，喜怒嘛，舌头在里面，喜怒嘛，舌头，那光要看，喜怒啊，那个怎么讲？就那个叫就，就喜怒了嘛，就是进去，喜怒就是在亲，就这是舌头进去的意思，这个是最传统的，这是我们的长老，就把它压上。Hello， 我是林世伟，我是泰雅族。我觉得我原住民真好，我以泰雅族为荣，我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原住民艺术家跟怪人。